一个那个旅行社的团，然后昨天到张家界那边已经去了有个6、7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，昨天晚上到的，到了以后今天准备去那个张家界什么国家公园就玩吧。然后旅行社的话就说什么上面路坏了什么就不让他们进去，就说上面不收，然后想把他们拖到桂林去。然后桂林那边说，听他们内部说什么，桂林那边按人头一人给350多块钱补给旅行社，大概他们200多人吧，大概6万多块钱。他们不干嘛，就把那个整个大巴全给拦下来。公安一介入了，15名直接也打电话了，没掌握具体情况，是不是正在处理当？现在是在调查呀。我们政府这边肯定是没有在阻截的。我们处理这个事，处理是我们支队在处理，我们下面有一个执法支队，他们来调查取证。